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、要简化这个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我把 x 有 x 的通通合并起来，哦，这有 x 的有四分之二嘛，这四分之二 x 负得正，加上三分之五 x， 啊常数项四分之多少呢？四分之加好负三，啊还有多少呢？还要减掉三分之八，这样子。那这个通分以后变成多少？这是二分之一嘛，哈，这二分之一，这二分之一，所以哈，这是二分之一啊，一分，二分之一，通分以后，六分多少呢？六分之三加十是三呢，啊，三加十 ，x， 那减掉多少呢？三是十二嘛。九加多少呢？四八三十二，所以这是六分之十三 x 减十二分之四十一，所以呢，应该大家应该选多少？应该选 C， 啊，这一题应该选 C 啊。